是那个成人医学又有那个一致的。然后我那个就是这暑假，上个暑假我去交换地方是瑞典，然后交换城市是乌普萨拉，然后在乌普萨拉的那个大学医院里头。然后这个就是乌普萨拉在哪里？就是说决定转移决定城市的话还没有，还没有。对，但主要就是斯德哥尔摩在这里嘛，他就差不多在这个位置，在瑞典这个位置。然后乌普萨拉就是在它是在西北方，大概50公里那种，所以这两个城市很近。然后这两个城市是我觉得是，就是它接下来瑞典可能开了6个城市或7个城市，然后其他的可能有什么东北方的 Umi， 然后还有一个什么 Linköping， 还有一个Linköping 的林沟里，哥德堡，对，还有哥德堡南部的那个路德，对。然后你有选志愿吗？我是7月的，所以只能选4个，就是只能选好，所以反正。我有听说过各个城市，就是斯德哥尔摩是最有名的。然后乌普萨拉的话，它是一个我交换的地方，它是一个大学城。这个时候它是我的第二志愿，它是瑞典最早开发的城市，所以是一个古城。然后整间大学都是以，对，整个城市都是以大学为主。至于哥德堡，好像是英国时代的城市。然后另外两个，我就没有去过，没有那么清楚。不过因为我认识瑞典那边的人，还有去那边的医生，所以可以。如果想要知道详细的情形，可以问。对，好，然后，所以我跟他讲的是有关于斯德哥尔摩跟乌普萨拉的故事这样。然后有关于，因为我想说这次介绍是要让大家去做之前有什么好准备，所以我机票其实很慢才买，不到前一个月才在旅行社买，然后跟我们是2000块，而且其实没有特别贵，然后就是价格蛮稳定的，然后也没有什么太特别的，也路线也都很好，就是像我这个是飞卡达，然后再飞。哦，对，就是很近，就是最多转2个，然后还有一个稍微多一点是到北京直接，就只要转机一次就好，所以我觉得机票的部分是不用太担心。然后我觉得在瑞典最重要是交通的部分，就是它那个交通其实因为是一个很大的城市，所以就是交通很多地方要注意。所以如果你能掌握好交通的路线的话，你可以就是做给你，然后做计划。然后第一个是，如果你从机场进来的话，在斯德哥尔摩的机场。叫做阿兰达机场，它在阿兰达机场的那个所在位置，就是在这两个城市的中间。所以如果你要去，因为进来之后，你如果要去的时候，你就可以直接的坐它的机场快线下来，或者是坐铁路下来，或者是坐公车之后再转车。那我推荐的方法是坐公车再转车，因为它那个第一段的公车非常的便宜。然后之后，当你的公车进到斯德哥尔摩的某个范围内之后，就有另外一个省钱的方法，所以你只要付一小段的公车钱，大概只要就可能是50-60块台币，就可以坐到斯德哥尔摩。那如果你坐机场快线的话，那就跟高铁一样，会大概要1000多块台币，所以那个相差甚巨。好，然后待会再用再介绍一下交通详细。然后第二个就是说，斯德哥尔摩跟乌普萨拉这两个城市，其实瑞典很特别，它就是区域性非常重，所以它这边会有一块那个交通的范围，然后乌普萨拉有一个交通的范围，然后他们就是各有一个交通的公司在跑。那这个公司的话，就是一个公司之间，就是他管的不是像我们大众捷有公车有捷运什么之类没有，就是那个公司管就是所有交通工具，所以包括捷运、火车或者是什么在地面上跑的那些 train 都是那个公司在管的。那为什么要介绍这样？就是说，如果你在斯德哥尔摩，比如说你要玩好一阵的话，就可以像我们台北捷运上，你可以买那个一卡通之类的。所以就是3天或5天内的钱都一样，那这个就是 S L 卡，就是 S 就是斯德哥尔摩的意思 S L 卡。那待会还会再介绍这个斯德哥尔摩卡，它是 S L 卡再加上旅游的部分，就变成斯德哥尔摩卡。那瑞典交通，因为你可能要去很多地方，然后就是要来来往往，时间那班次都非常密集。然后就是推荐这个他们 S L 的官方网站，然后你只要很轻松打入你要去哪里跟到哪里，都有很详细的那个可以做。因为大家想说，那这里到底有什么好查的？其实还蛮多东西可以查的，因为它的火车其实不止一种，它可能有通勤列车，或者是远距离的捷运，或者是短距离的捷运，或者是很长距离的火车，然后还有什么，就是可能是它区域间要转，所以你可能什么 S L 转 U L 的火车，就是它的火车不像是台湾那么单纯，就是你要转车次数可能会变多，所以就要透过这个网站来查询。好，这就是火车部分。然后那有关于捷运的部分的话，这个斯德哥尔摩，这是斯德哥尔摩的捷运图。然后你如果要去观光的话，这个图就很重要。那这边会放一个 ABC， 就是说它这个买票的时候是按照 ABC 来买，就是如果你跨区，
你的票就会变贵之类的。那其实呢 ，ABC 这三区的话，通常都没有那么远，都只有 A 区，所以 A 区的风大大概是这一区，这一区就是最中间的部分，就是精华，就是旅游的精华点都在这个地方，因为这边就是斯德哥尔摩的部分。那到稍微外围的地方，它就变成是很像是现代的城市，只有中间这一区是旅客喜欢去的地方，对对，就像什么皇宫啊，或者是没关系，这个不要准备，好，反正就是它是依照这两区，就在路线图在中间，所以。因为那个时候，你如果自己上网找资料的话很麻烦，因为你对瑞典不太了解，所以它有很多大张图、中张图、小张图，你根本不知道在哪里。所以像这个就是我后来才发现，重要的是最核心的这个区块，所以才会讲这样子。然后现在这个斯德哥尔摩卡就是我刚刚讲的，它是交通加上后续的种种合起来的。那就是这个我也是很推荐，就是它买五天的话，总共是需要大概好像是。4000块台币吧，就是4000-5000块台币可以玩五天。那五天内就是听起来很贵，但是就是说你可以进每个地方都不用门票，几乎瑞典式的跟我们90%的地方都不用门票就可以进去。那只要一天只要玩两个地方，马上就超过了。再加上那边的交通工具，如果你直接用买票的话，是非常非常贵的，可能就是可能坐一趟公车就要1-2欧元，可能是70-80块，对。然后现在讲完斯德哥尔摩部分的话，我就来到乌普萨拉。然后乌普萨拉的话，就是主要我教来的地方嘛。那乌普萨拉是一个大学城，所以其实很流行的是就是骑脚踏车。那骑脚踏车的话，当地的 CP 也帮我们安排租脚踏车，所以我们租了30天，好像才可能1000块台币，这就是很便宜，就是大概8-9百块台币就骑了一个月的脚踏车。所以在当地的交通就很简单，然后只有我那边的老人家才会搭公车。然后搭公车一次就要100多块钱，所以不太合理。对，然后旅行的部分就是说，这部分我再看张图好了。就是乌普萨拉的话，就是我们去很多地方玩，就是比如像我们最远是到达这个东岸的地方，就可能是坐火车去。然后周边的话，就是可能是这边有很多湖泊什么之类的，我们就是可能是有的时候是骑20公里的脚踏车到那边去玩，然后或者是也有同学是搭公车的。所以就是那个 CP 都会安排，所以乌普萨拉的交通就不太需要担心。然后再来的话呢是宿舍的状况，就是那边是一人一间宿舍，然后因为它是大学城，所以宿舍就是某这个城市的某一栋住宅，然后你旁边可能是什么地理系馆还是什么之类的，对，然后一人一间宿舍，然后就是床铺、卫浴是共用，然后就是在外面有，然后厕所也是共用。所以你的宿舍里面就只有床铺跟一个洗脸台这样子，还有一些柜子。然后宿舍跟然后就是也有厨房，厨房也是公用的。然后厨房的话就是那边有公用的厨具，就是你可以像我们食材或者是锅具都是好几个交换生一起去买的。那边IKEA 很便宜，就是锅子比台湾还便宜，但是其他东西大概都比台湾要贵。就像你如果不搭伙要出去吃饭的话。它大概一餐都是200-300块，就是200-300块台币，200-500块台币这样，就是你吃一个意大利面就要200-300块台币，或者是甚至是400-500块台币，然后啤酒可能就是一瓶就是100块台币这样，就是都是只要你要煮饭的话就会变得很便宜这样子。然后附近也有很多超级市场，所以这个可达性就很高。然后就是仔细去挑便宜的东西嘛，就是有很多台湾很贵的东西，比如像樱桃或草莓之类的，在那边就突然就变得很便宜。你就可以挑那种相对便宜的东西买，然后接下来的话只有一个 Neo， 但这一个 Neo 总共带总共应该不是 Neo， 不知道是什么，反正就是当地的那一个，然后就是一个他就招待我们12个人，但是其实这样的话在接待也非常好，他本身就是乌普萨的大学学生，然后他就是食衣住行通都会包了，然后比如可能就是每天都会来我们的那个宿舍来跟我们讨论或开会什么之类的，然后。那像然后 social program 都是原本就有表定的，但其实这也没有关系。就是 social program 其实你就想想看，它只是一群大学生在玩而已。所以就像我们决定这个礼拜六、礼拜天可能这个 Neil 给我们一个建议，然后我们去讨论，那我们要去哪里玩，中国要去哪里玩，要不要去湖泊，就让改变。就像有一次就是说，这个 Neil 突然接到一个消息，就是说斯德哥尔摩的交换学生等他们租了一栋。那个 summer house 之类的，在湖边的 summer house， 然后很贵，但他们钱缴一缴之后，就是有点是 Neil， 他们那边自己的 Neil 就先缴钱了，结果太多人就不想
所以就只好让我们去，然后我们就说不用钱，所以我们的计划就改变了。所以就是反正就是在本地，所以不用特别担心，就是只要跟我觉得你只要跟你的交换人员处得好的话，你就不用太担心说有 program 的部分。然后夜生活是比较特别，就是他在那个是的，就是在乌沙拉大岛一个很特别的东西，就是 nation。那时候去 nation 不知道 nation 是什么。那 nation 的话就是说，在乌沙拉可能500年前的时候，或700-800年前的时候，他刚设立的时候，从瑞典不同地方来的人，他们就会成立家乡会，就像我们的男友会或什么北友会、竹友会、平友兄弟会之类的。但是那兄弟会这些人就会免费的接待那些他们来自己家乡的人，那他们造出来的就是一间间的 pub 或者是一间间的 club， 所以就是他，所以这个 nation 其实就有点像是一个 club 或者是一个 group 这样子。然后在那个 nation 的时候，你就是当地人，你有人帮我们办乌沙的大学学生证，那就进去 nation 的时候就干脆我们你就可以在那边喝酒、唱歌、跳舞这样。然后接下来的话就是医院健检部分，当初我填一个志愿，但是后来志愿只是供你有参考，所以他其实没有按照那个排，那就是选了之后就要看，就是要到当地才会知道你到底跟到什么课。那我的 course 蛮好的，就是前两周跟后两周不一样，然后这个大概是那边的情景。那其实医院健检部分跟在台湾的有差别，但是我觉得这个差别你当去当地体会的话比较仔细啊，对，然后也有看手术，然后我有时候待在 classroom， 然后他们的医疗体系跟我们有所不同，这样空间不太一样。然后这个是比较开心的，就是他们对医生的福利很好，医院都会招待他们吃早餐或者喝咖啡，所以就有一个就是吃爽的地方就可以去，然后打便利也只要录音这样，对对对。好，那我就简单介绍到这边。需要问一下，就是到欧洲，你们到当地都会办那个电话当地的电话卡吗？还是？哦，对，就是哦，对，这个也蛮复杂。但是我是瑞典的版本，有参考刚刚好。因为我后来发现，不管你在台湾买什么卡，去那边打都很贵，就是一分钟打坏就是要40块。所以我就是有在之前就去上瑞典的电信公司，我再找了看有没有那个方案。这边我不忙，就是没关系了。然后我后来找到一间瑞典当地的电信，他电信公司，然后他就去一开始的那个网址是在那个 PPT。Euro Travel 上面找到，然后就有一两个公司，然后就介绍瑞典电信公司，然后我就用电信公司去找，找到之后就发现有一些电信公司有出一种依附卡，那它的依附卡下面有分四种形态，那分四种形态之后就有一种是打往内，一种打往外，第三种是打国外，所以我后来打回台湾的价格大概是跟打手机的价格是差不多，就像我现在打往外的价格是差不多，所以就是我是觉得我很建议要去找当地的网站，因为有很多那个越洋的那个。电缆线他们都有很多私人公司在经营，不像我们可能是只有中华还是什么，他们就像有什么我们有0-2、0-3、0-4、0-5到0-9，那他们那个就更蓬勃，所以我是觉得买电话卡不是在瑞典不是一个很好的方法。对，你知道去哪里啊？去希腊。确定你电话的朋友是跟家里的还是跟那边的人？也许是当地的。我当地哦，我这个。因为其实我那时候去西班牙也有在想这个问题。那我觉得如果你要打回台湾跟家人联络的话，其实你买 Skype 或者那个就是用电脑网络讲。那如果你怕跟当地人，我们那边是有人，那我们是去找到那个 Vodafone， 那个是很大的一个牌子，那个其实你在社区应该都找得到。然后他们就有那个网内服，就放在你的手机就可以打。但其实我最后我们是选择没有办这个东西，因为其实大家都住在一起，那要约什么就约个时间在某个地点，其实我觉得是还好，就是我们也用不到，所以也没有很常用到电话就对了。我那个月就没有手机，我就只是大家联络，然后电脑来闭设，因为我们的 common room 的休息区就在一个客厅，然后大家都坐在那边用电脑聊天，所以要约出去玩其实都还蛮好约，就我觉得还好。除非你要跟家里，然后如果女朋友在其他城市，你一定要用电话讲。就是如果你有 FaceTime 或者 Skype， 我觉得都是很蛮好的。Skype 又很便宜，对吧？买一些 Skype 就是。可是觉得如果你是讲当地电话的话，其实我们一去的时候，他就有发一张 SIM 卡给我们，所以我们整团12个人是有我妹免费简讯跟很便宜的那个通话费的，所以但是我是觉得还蛮方便的啦。对。
那就是去之前确认有没有这个卡。对，我觉得瑞德可能会提供，可是我觉得那怎么看他们 ACP 有没有那个卡？我这边是有张信卡，这个可以。瑞德。不过困难点是，如果你需要，但是我找瑞德，资讯通常都是瑞德文，所以你可能要靠 Google 翻译，然后靠一下灵感猜一下。你可以请当地的那个朋友帮你。啊，我觉得你们可以去办个国际学生证。如果你们要去博物馆或者这种东西，这加州一定好的。台湾，你去台北车站上面办个400块，去那边就划算了，很多便宜。对，不一定要国际学生证，就是我是申请长庚大学的学生证明而已，就有的就会了。就是你去教务处印那个，就是一张在学生证。对对对。其实有些博物馆他们只要你给他看长庚大学学生证，他们就会办。真的，我有同学他从中东来，他就给他看他中东学生证，他们就到那里了。其实就是看你当地的机遇的，对，也是办一下也是比较保险。就是瑞典火车是国际学生证才比较便宜，火车的话，但是差可能8折这样。好，这样，所以如果其他城市不是在这个摩洛哥乌沙的话，另外一个城市就有另外一个城市的交通。对，我觉得是，所以他们有时候很远，他们有办法一卡通全部吗？哦，你说那张卡？对，那张卡是斯德哥尔摩卡，所以你要去斯德哥尔摩玩才要买。对，就是我是觉得去瑞典可能都会去吧，所以我就对我就不断的，我觉得当然要去。所以有没有一张就是完全通行的？没有，完全就是他们的国铁之类的嘛。嗯，可是。没有印象有国铁卡，可是我是觉得好像也不太必要，因为可能搭长途只会搭一两趟，就觉得好像没有花。对对对对对，因为你在斯德哥尔摩卡，其实它本身也是有点贵，你是一直搭，我几乎是一直搭才翻本的。对。学长，那请问就是瑞典的 social program 会在他们国家，还是说会到其他国家，就是说周边？没有，一定是在，好像都是在自己国家吧，不然他说没差。我来台湾。应该是说他们，你说，你讲这个应该是说，哦对，有一个不是，对，还真的有，就是有那个有在斯德哥尔摩，他们有一个 social program 是坐船坐游轮到芬兰去，就是他有一个对，他有一个他有就是他就是波罗的海，就是没有就是斯德哥尔摩有一个港口，然后他就会直接直达到瑞典。就是直达到芬兰，然后所以就有人坐去那个赫辛基玩了一天，但他们只去了大概18个小时就搭船回来，所以就而且挺贵的啦。所以我有一个中山的那个也是台湾去吃的哥们，他就没有去。我就从那边知道，